的脸上的油脂太多，脸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而脏污老是残留在肌肤里，造成主色毛孔粗大。想要紧致毛孔，想要水润美肌，真的一次见效。英波毛孔紧致飞缩净肤仪，经过实验，以最适合清洁肌肤的频率，每秒可微震200下，搭配清水所产生的流体作用力，双向旋转净化刷头，净化脸上多余油脂，代谢肌肤老废角质，紧致毛孔一次见效。使用后你会发现毛孔明显紧致，过剩油脂脏污明显减少，几天后你会感受到肌肤变得更透亮，毛孔更加细致无瑕。从显微镜下证实，英波毛孔紧致飞缩净肤仪，清洁后的肌肤完全干净，没有残妆。全新英波毛孔紧致飞缩净肤仪，让你的毛孔洁净无瑕，加倍的深层清洁力，更提升保养品吸收效果，轻松解决你的肌肤问题。观众朋友，现在是21世纪，你还在用手洗脸吗？太是了！我跟你讲，用手洗你完蛋，你的毛孔都在粗大，然后你的脸都卸不干，鼻头粉刺、黑头粉刺这么多。现在尖端的科技，韩国、日本、台湾都在做的是正宗的音波洗脸器，还在用粉吗？还在用震动吗？所有的艺人他们在用都是音波洗脸器。现在目前卖最好，百货公司要大排长龙的，也是正宗的音波洗脸器。洗脸就要让你这么简单。是。如果你现在有那种极度毛孔粗大的问题，水滴型的毛孔，或是你每次卸了妆，你就看你的脸，为什么我永远把美白商品敷脸、面膜敷脸，但是卸了妆之后，我的脸比身体还要黄？很多女生都这样，明明就保养脸啊，就脸那么黄，就是因为你的脸根本没有洗干净，而且呢，你所有的那些可怕的这个脏污、空气的尘螨，包含是你那个可怕的化妆品，都是化学品，是，然后你的粉底液啦，然后你的那些 BB 霜等等，那些色素全部吃进去了，没错，你根本没有洗干净，同时日积月累，你就是黄脸婆。真的，但是正宗的音波洗脸器，我先讲，以前在购物台，包括你在外面所看到的所有洗脸器，他们不是震动，就是旋转。对，这种昨天的东森新闻才在讲，有没有新闻说那种旋转会怎样？会拉扯你的肌肤，会让你有皱纹。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现在韩国、日本最夯的音波洗脸器，正宗的洗脸神器，完全不拉扯，而且是最干净，没错，而且是可以适合天天用，甚至你是敏感性肌肤的，你都可以做使用。是，它等于这一台，你每天帮自己做净肤镭射，再加飞梭镭射，打蜡、洗脸、抛光、卸妆，全部四项合作完成。先来欢迎我们掌声代表，欢迎 Kevin。各位 MO 的会员，大家好，非常高兴，我们在谈了5年了，而且在今年我们正式把这音波洗脸机在今年夏天引进到 MO 来，而且用最优惠的价格推荐给大家。真的最优惠的价格，最优惠的价格。哎，我们以前卖旋转的都还要大概快2000块，今天呢第一次在购物台第一招卖到正宗的音波洗脸机，用不到1500的价格，已经有人打电话进来，是不是？来欢迎这一位我的来宾呢，他之前也是整个脸是那种你知道很油的，没错，常常出外景，然后没办法卸妆卸得很干净的，现在皮肤亮。亮的像什么一样？没有，欢迎伟如。大家好，我是伟如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之前是那种旋转洗脸机的受害者，真的。我当时以为挖到宝，你知道，好像每天都按摩，按得很舒服，这样。但是我过久，你知道，我眼睛这边出现细纹。真的，你才几岁呀？对，它是用旋转方式把你的皮肤全部都这样扭扭扭，你要里面的胶原蛋白、所有弹力全部被扭断，你对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最正宗的根本就是音波。对。音波用在我们像洗钻石，对不对？洗脸膏、刷牙。在一些高科技产品上面，我们带来，你看一般的牙刷才大概20块就有一支了，音波牙刷6000块一支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它真的是可以把你的牙齿洗得非常干净，所以你看那种顶级的像飞利浦啦什么大牌子，他们出的牙刷那种不是一般的震动牙刷，是音波牙刷，或者是一支6000多块。如果你买的一克拉、2克拉的钻石，钻石如果要去洗的话，他们会用牙刷去刷吗？他们会用那种什么菜瓜布去撸吗？不会，他们会用震动机去震吗？不会，他们会用什么？他们会用这个音波机。清洁机，这个叫音波机，这是洗那种高级的眼镜，没错，几万块的眼镜，甚至几百万的珠宝。没错，你想想看，你的红宝、你的钻石，如果被刮伤了，或者你的眼镜被刮花了，那还得了？所以你知道音波的好处就是，它可以彻底洗净，它会把所有的脏污都离子化、都分子化，但是它不会伤害本身的这个物体。对，比如说珠宝不会被受伤，对，玻璃不会受伤。那一样的意思，我们的音波洗脸器，它可以把我们里面的所有的脏污都离子化，全部带出来，全部里面最脏的黑头、白头、油垢全部带出来，但是它不伤肌肤，是洗完脸就变钻石了，真的洗完脸变钻石，而且是完全不会有任何毛。
毛孔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基本上你把里面的脏污全部带出来，毛孔就变小了。来，我先给你看一下，我们这一支呢，哈，它有很简单，就开关在这边，然后有分两个速度，就是强跟弱，你可以去分你自己的皮肤的状况。然后你看呢，它的音波呢是每分钟12000下。对，你看我们平常用手部这样按摩去给人家做脸，请问有可能一分钟12000下吗？不可能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分钟12000下，而且它是15度的刷头，左右摇摆，它的刷毛非常的柔软，而且非常密，它是40000根杜邦哦，美国杜邦的抗菌极细纤维，它多细呢？它是我们毛细孔的1%，也就是我每一个毛孔都有100根的这个我们的刷毛在帮我们做按摩。是，你想看，平常我只有10只手指头，这样怎么按？哎，手指头比我们毛细孔粗很多，对。然后你乱撸的很用力，搞不好皱纹都出来了。没错，这里有40000根，就仿佛有这个所谓的40000根小指头在帮你做按摩，就会洗得很干净。还有一个底座，不会说在这个倒来倒去的，倒来倒去，还要做个底座给大家。所以这一支我稍微做个实验给大家看哦。很多人说，到底真的它不会拉扯我的肌肤？完全不会。我跟大家讲，昨天的这个实验我是学昨天的东森新闻的哈，他们昨天教大家，像我现在拿两张卫生纸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两张卫生纸哈，来，观众朋友，我们的皮肤不可能比卫生纸还要薄，是，这是最薄的卫生纸。那我现在是，这个是一般的，我先打开。旋转型的，旋转式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叫旋转型的，有没有哈？旋转型的这个这个洗脸机，这是我们家的，我把它打开，好，我有开哦，我听得到声音哈，好，这是音波，我现在直接往下面放，你看，哦，你看我们家的。我们家完全不会伤任何的卫生，可是你看另外一个，它已经怎样？旋转了，它已经真的都已经那个，我们皮肤都已经不好意思，这只比毛孔越洗越大哎，我的毛细孔，毛孔超大的，我的毛细孔，它还把你肌肤的纤维全部拉扯掉，这种东西久了之后，你看一张卫生纸才轻轻一放都破掉，对呀、啊，可是你看我们家的。我们家的完好如初，再来给大家看另外的实验。这个实验也是昨天的新闻在讲，这个是爱玉，对不对？你回到家，你可以做一样的实验。你把两块爱玉放在桌上，然后我现在也是开这支给大家看。我现在开，我开强的哦，有听到声音哈？我有开哦。来，我现在直接放在上面。光某，你看，你看他牌的爱玉在干嘛？旋转了，你的毛孔不断的在撑大，因为你的毛孔不断在撑大，爱玉都破了啦，有没有？爱玉在旋转，可是你看我们家，我现在放在上面。完全不会动，完全不会刮伤，对，它也完全不会动，所以你知道我们皮肤就像这个果冻斑一样，是，当你这样子去，当你去这样拉扯它，拉扯它的时候，它就会怎样？它就会有皱纹，对，它就会拉扯。那很多人想说，那到底我们家的到底洗得干不干净？这很重要。除了说它不会拉扯到皮肤，对，除了说它不会拉扯到我们的这个长出皱纹，卸妆洗脸，这也很重要，对。我们现在做个实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跟伟如一起，我们呢平常出门是不是会带一点这种眼影啊？然后上口红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口红也来上一下，这边哈。然后呢？我们两个都上一模一样的哦。好忙哦！你看女生出门就是这样，口红、睫毛膏什么，全部通通都要来。眼线也要来一点呢。所以如果说你像每天你要画这么多妆在脸上的时候，你回家你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清洁的话，其实对你肌肤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来，然后我现在做一样事情，你看同一罐洗面乳，是同一罐洗面乳，我现在这样加，好，同一罐。我们俩是一样的，用一样的妆，同样洗面乳。好，我们先开始搓。以前你卸妆或洗脸，你就只有做这样的动作。对，没错。你搓的再多，它都不会洗得很干净。可是你看，我现在打开我的这个音波，好，然后你看到，仔细看哦。继续搓。我现在刷过的地方 ，Oh my God！ 完全分解。几秒钟，哎，伟如已经搓掉，我真的洗不掉啊！救命啊！伟如已经搓掉，已经快六回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轻轻划过，为什么？因为伟如靠的是5只手指头，我有40000根的极细纤维，然后再帮我做按摩、做清洁，他帮我做按摩，对，他帮我抛光，他帮我做飞梭，他帮我打蜡，我洗不掉啦！你看一样的，来，光鹏，你要哪一个？你要谁？对，是不是干净很多？对，好，我们在外面现在只要是音波，只要是走到这个所谓的音波的这个科技洗脸机，一台洗脸机5000-6000块以上，我们这一台的价格在日本跟韩国，在日本呢它需要4980块一台，是，在韩国要3680，3680，只有唯独在今天富邦梦用1470的价格，你看哦，高科技洗脸机正夯，对不对？随便一支它叫做音波。净肤毛孔飞梭系列，一台只要是正宗的音波，对不起，6800。
差不多嘛，因为牙刷都卖4000多了，对，所以正宗的音波洗脸机是要到6800的价格，没错，今天1470块。现场我们再做一个大实验给大家看，电话现在很满哦，冰冰大雨衣，现在我们家伟瑞帮我们卸妆，对不对？是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可以洗脸加卸妆加去角质加抛光四效合一，好不好？你看我要证明我真的有妆，你看我的睫毛是粘很紧的，我上面是有睫毛的，所以你今天有画，我画大浓妆，有画睫毛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也还有眼线，还有睫毛胶在上面哦，然后粉底呀、啊，什么都有，粉底液、遮瑕膏。哦，现在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眼线、粉底液都有。来，那我们现在然后平常使用方式，其实这个刷头你就先把它沾湿，就这样轻轻的放在水里沾湿，然后把你平常用的洗面乳，我习惯是用很懒，我懒得弄在脸上，我就直接挤在刷头上面。哎，对对对，也可以，而且看个人方式，它的刷头非常对，它非常软，你根本不用担心伤害你的肌肤。好，这个时候就这样子按下去，平常我都是用绿灯，就这样旋转，就这样按摩，你会发现很舒服。哇，它不用，它完全不用拉扯，对，而且你有发现我的皮肤是没有任何皱纹的，对，因为它没有在拉扯我的皮肤。哦，你像刚刚那种旋转的话，你一拉鱼尾纹就出来了，对，而且你的毛孔就会变大。你看我妆多浓，你看我下面的肤色是这样子，对，你黄的，可是我其实是你知道底打很厚，所以你这样画过去，等于是你的皮肤的妆就这样卸掉了，对，所以洗脸加卸妆，你知道我们用一次我们的音波洗脸机等同五次的传统洗脸，然后它有2倍的卸妆的效果，而且呢，它有96%、96%的皮肤改善的效果，是，而且它这一台机器它有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清楚，就是说你1分钟它就会停了。哎，所以我发现了，现在伟如在做按摩，对，眼睛也不拉扯。你看我眼睛，我完全可以把整只这样盖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整只这样没有拉扯感，因为一般如果是旋转，对，完全没有办法。这种音波的就，哎，你看1分钟停了，对对对，好，这种爱洗，1分钟一分钟断电，就告诉你说，哎，1分钟差不多了，可以到了，你就可以把它洗掉。现在所看到的不是一般的洗脸机，是，它是用到最顶级的音波的方式，没错。就像你买音波牙刷，一定比传统牙刷刷的更干净，对。就像你用那个所谓的音波的洗眼镜或者洗珠宝，他们的仪器绝对是比一般的这种刷子啦、清洁来的高很多，是，而且因为它每1分钟都有12000次的一个震荡，而且它有左右15度的微摆动，所以在这样的震荡以后呢，它把你毛孔里面的分子化、脏污分子化以后，你只要利用清水呢再把它冲掉以后，你就发觉你的脸会非常非常的干净。哇，你全部卸完了耶！对，整个脸，你会而且它所有的角质、它的暗沉，它所有的，但是你看，对，你看我用多久？我只用了1个月，是，你自己看哦，我里面是这鼻子这边，我之前是有很多毛细孔，对对 对, 对，而且是会有黑头的，我这边完全没有。而且我印象中的伟如，你是属于因为皮肤比较黑女生，对，这个地方 T 字很容易出油，对，然后两边也很容易有那个痘疤，对，你现在整个脸就是要做过那个完全没有的，做过那种抛光镭射的，因为毛孔变得好小好小，让你完全看不到毛孔，没有看到毛孔，连黑头都没有，你都不用化妆。我觉得你卸妆更漂亮，有没有？电话线现在很满，是不是？谢谢大家。我再强调，现在目前你所看到的一般的所有的洗脸机，它都是做震动或旋转，震动旋转，它是一直在摩擦你的表皮，不断拉扯你的肌肤。只有我们家今天这个价格，第一呢，我们是全购物台最入门的，用不到1500的价格，你可以买到韩国、日本最夯的正宗的音波洗脸器。而且打电话进来的，我们除了给大家底座之外，再多送一个刷头，没错，等于是你可以带回去两个刷头，带回去两个，等于是两只的意思了。然后有没有体验？哦，这边我要跟他讲，这台机器我们非常骄傲的，就是今天带回去的时候，你打电话，任何人你只要打电话进来，你都可以开放10天的体验它，可以体验的，都可以体验它。哎，也太好了吧！体验到什么？可以体验到卸妆、去角质、洗脸加抛光，而且可以同时做到飞梭加净肤镭射的效果。是，记住，现在目前没有人在卖音波洗脸机，这才是真正所有艺人韩国最爱的音波洗脸机。没错，信用云卡会在外面试驾一台就要4000，唯独在今天1470做回馈，留给您打电话了啊！What'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? Hands up if you'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. Cause it's always a good time.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't care. Hopped into a cab, take me anywhere. I'm in if you're down to get down. 你是不是总觉得脸上的油脂太多，脸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而脏污老是残留在肌肤里，造成主色毛孔粗大，想要紧致毛孔，想要水润美肌，真的一次见效。音波毛孔紧致飞梭净肤仪经过实验，以最适合清洁肌肤的频率，每秒可为正200下，搭配清水所产生的流体作用力，
双向旋转净化刷头，净化脸上多余油脂，代谢肌肤老废角质，紧致毛孔一次见效。使用后你会发现毛孔明显紧致，过剩油脂、脏污明显减少，几天后你会感受到肌肤变得更透亮，毛孔更加细致无瑕。从显微镜下证实，英波毛孔紧致飞梭净肤仪，清洁后的肌肤完全干净，没有残妆。全新英波毛孔紧致飞梭净肤仪，让你的毛孔洁净无瑕，加倍的深层清洁力，更提升保养品吸收效果，轻松解决你的肌肤问题。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. What'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?Hands up if you'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. Cause it's always a good time.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't care. Hopped into a cab, take me anywhere. I'm in if you're down to...这些所有的实验，昨天的东森新闻 TVBS 曾在播，他讲说现在大家只是一昧去买洗脸机，你看到百货公司七八楼所有女生在买洗脸机，可是有的人用完觉得皮肤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亮，越来越白，但是有人用了反而他皮肤越来越差，他毛细孔越来越大，所以我们就做了一模一样实验。当时昨天的记者在做实验，就说如果你是那种旋转的，如果你力量开太大，是或者你皮肤本身就比较薄的，或者你在那个比较敏弱的地方，就像眼睛啦、法令纹这个地方，你过多的拉扯有没有？就像卫生纸在那边被旋转，丝袜旋转，你这样子过度拉扯，你一定会长纹路。但是这一台为什么厉害？是因为它用正宗的音波，音波它是左右15度的微转，是微转，它是微调的。而且音波本身它的洗净力是最强的。就像我讲，你用过一般的牙刷，是为什么所有的牙医师都说你想要把牙齿洗干净要用音波牙刷？因为音波牙刷它可以把牙齿里面真正所有的脏污全部带出来。没错，包括你妈妈去洗珠宝有没有？以前洗珠宝都在自己家泡个柠檬水，然后拿牙刷。这样刷你的钻石都花了，有没有？你去给人家花钱几千块去洗珠宝，他们拿什么洗？他们拿音波机来洗。没错，所以其实真正可以把所有的脏物离子化的就是音波机，像音波机啦、音波牙刷。那今天我们这一台叫做音波的洗脸机，它不是一般旋转的。我再做一次实验给大家看一下，光我来，你看，我现在拿我们家的，我现在开哦，来，我有开哦。听到声音哈，好，我现在拿的是卫生纸，这是卫生纸，这他牌的，他牌是走旋转的，你们看到这旋转的，这是我们家都有开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看，我放在卫生纸上面，哦，你看两台，你看两台，我有开哦，但是已经旋转了，然后你看我把它关掉之后，你会发现他牌的怎么样，已经怎样破个大洞了，你们看到？连毛孔越洗越大，已经破到这么大了，可是我们家刚刚那个呢，完好如初，真的。所以它绝对不会伤你任何的肌肤，然后再来，我们刚刚说过，像刚刚那个新闻报道是暗喻，两块一样的暗喻，来，我再开一下我们家的哦，好，我有开灯喽，好，两块暗喻，我这样放上去，开，直接看，它摆的，你看到？哇，它摆，不断的拉扯，不断的旋转，被拉坏，还会有小细纹，你看我们家的。音波是完全不会动的，完全不会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会拉扯你的肌肤，没错。所以你表面不会有凹槽，因为爱玉都是破一个洞了。对呀、啊，好可怕哦！毛细孔越刷越大。那我要跟大家讲，我觉得这一台最厉害的地方还不只是，只是说它不拉扯，是最主要是它洗净力真的很强。没错，旋转只是旋转表面，其实里面的脏污还是带不出来。没错，这一台厉害就是它连里面的脏污都带得到。全部带出来。我们做个实验，你来看一下。我现在故意把我的手弄得很脏。好，哎，我刚刚还在，还洗不掉，没有。每天都这样沉积黑色素怎么办？然后呢？平常我们出门女生会怎样？会加一点点这个眉毛膏啦、睫毛膏啦、口红啦、腮红、眼线液啦，然后这种眉粉啊、眼影啊，哦，这真的够脏。这些其实上在卸妆里面来讲都是很辛苦的一点。好，然后再来，然后这个眼线笔啦，眼线笔像这样，哎，这也太脏了吧！好，这么恶心，对不对？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，我现在不作弊哦，我用同一罐，我用同一罐。我们同时下去卸啊，那其实发现为什么在一般的卸妆？我刚刚说洗脸机可以是取代手部的这个传统的五次。我如果用手这样子，请问我要抽到什么时候？你告诉我要抽到什么时候？但是光芒您看一下，我现在用我们夹，我把它打开，好，我把它打开，你看哦，仔细看哦，不要转哦，你看我这样，它只要带过去就可以完全帮你卸妆。好快哦，还在这里用力搓，朋友，我轻轻的带过，真的，它洗得干干净，超夸张的，4万根的极细纤维。4万根的机器在帮我做到激活，帮我做到整个身部的这个按摩跟去角质。你看我用手洗，完全洗不干净，完全洗不掉，好可怕！我洗一次等于传统的五次，五次以上哦。
没错，这样子洗脸变得好简单，对，洗脸变得像做医美一样，你只要洗完脸，我的脸就抛光了，这叫非说一样，黑色素沉淀啦。问一下，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我简简单单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甚至我告诉大家，来，我今天挑战一位孕妇，好不好？孕妇，孕妇最容易色素暗沉，孕妇连不化妆脸都是黑的，有没有？欢迎一下。我今天全部叫做完妆，好不好？完妆的，所以你看哦，我有睫毛膏，我有眼影，然后包括我有口红。那我回去的时候，我要用卸妆油卸一遍，对不对？对。下面还要按很久，然后洗完整个脸已经十分钟，脸已经红了。好累、哦。来，我现在跟你讲，很简单，我很相信这个电波的话，在脸上哦，那个音波在脸上的清洁能力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做一件大家不可能相信的事，我在补妆，还补嘞，我把它红彤彤，要这么挑战就对了。很简单，我的做法是呢，每天你要卸妆清洁之前，你在你脸上的话呢，画圈圈，先打湿重点部位的话，先弄上一些泡泡哈，然后很简单哦，你只要把它音波呢开起来的时候呢，你看哦，我现在就在洗脸，而且呢，你可以看近看你的皮肤的时候，没有在拉扯，完全没有拉扯、哦，然后经过眼睛的时候呢，眼线包括很多的话呢，眼影等等，而且它是不刺激的，你眼睛不会因为松垮或洗脸化会觉得很多毛孔粗大。那个、所有的哎，光我强调，现在是40000根的手指在帮按摩，你以前用手洗只有10只手指头，现在有40000根手指头，而且它的纤维是比你的毛孔再细1%，等于每一个毛孔有100只手指头在洗耶，而且如果你的鼻翼旁边有很多那种什么黑头粉刺，对，撸两次嘛，你这边青春期有很多人长痘痘，撸两次嘛哈，那一分钟到你会发现哈，你看我把它洗掉，干干很简单，完全不再长痘痘，完全不再有黑头粉刺，不再有白头粉刺，你做这个，你知道你连净肤镭射跟飞速镭射钱都省下来，也不用给它挤痘痘，用青春棒挤得乱七八糟，也不用在那边去角质，洗完就要泡护妆一样，所以真的不要把它当做洗脸机而已哦。可以帮我洗脸、去角质、全部干干净净、黑头、净肤加抛光都有了，超干净，好不好？起来了嘛，然后好皮肤好亮，你看一般孕妇毛细孔超粗大，对，你想跟我们家银秀一样，一洗完干干净，今天可以挑战体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每一个人洗完都会有这样的效果，再给大家看，如果你现在的皮肤是这种黑头粉刺的，白头粉刺，白头粉刺浮出来了没有？现在那个 YouTube 有很多那种挤粉刺的动作，青春痘的，角质过后毛孔粗大或皮肤很暗沉的，是，你有在化妆的妈妈朋友们，皮肤都很暗的，然后洗脸洗到半天洗不干净的，没错，今天这一台我直接开放体验。这一台我目前在这个日本跟韩国卖的非常好，4680，就是4680的价格，今天立刻省3000，没错，用1470的价格，打你再折100块钱，再多送一个头，对，等于你有2颗带回去，回到家自己体验看看，最后数量留给你打电话了。是不是总觉得脸上的油脂太多，脸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而脏污老是残留在肌肤里，造成主色，毛孔粗大？想要紧致毛孔，想要水润美肌，真的一次见效？音波毛孔紧致飞梭净肤仪，经过实验，以最适合清洁肌肤的频率，每秒可微震200下，搭配清水所产生的流体作用力，双向旋转净化刷头，净化脸上多余油脂，代谢肌肤老废角质，紧致毛孔一次见效。使用后你会发现毛孔明显紧致，过剩油脂、脏污明显减少，几天后你会感受到肌肤变得更透亮，毛孔更加细致无瑕。从显微镜下证实，音波毛孔紧致飞梭净肤仪，清洁后的肌肤完全干净，没有残妆。全新音波毛孔紧致飞梭净肤仪，让你的毛孔洁净无瑕，加倍的深层清洁力，更提升保养品吸收效果，轻松解决你的肌肤问题。15分钟的时间，我跟大家讲，如果你怀疑说，等一下你卖1470呢？外面的音波洗脸机都卖到6800，是4800，你卖这个价格，你真的是音波吗？
当然100%正宗的音波。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么便宜的原因啊，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跟国外的厂商我们研发了5年，而且我们花了很多的投资成本，那是今天我们第一次首卖，而且正宗进驻到某某台，我们用最便宜的价格1470，你不到1500的价格你可以带回去，而且你今天买了绝对划算。在我们8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在上市价格，你再买到它的时候就是2680块钱，而且不送头哦，是不送头，今天你再带回去的话，所以你等于加头的话，到时候你在什么康康美3680块钱，就是3680的价格。我跟大家讲，我没有骗大家，这一台现在在日本，它的海报在药妆通通通通都有，一台的价钱你看就是15840块的日币，这是我们的在日本的海报，折合台币就4680，在韩国的价格是3980，都没有多收另外一个头。八月份我们台湾的小康小美我们就要上了，是小康小美上，到时候我们光这样一台的价格就是2680，对，你要再加头的话就3680，3680，我今天1470，那是因为是我全台湾的第一站，所以我选富邦默默来做回馈，是到时候你3680我也不会给你体验，我也不会多送你一颗头，对啊，所以你要买就要今天买，今天可以体验。我看你到底脸有没有洗干净，到底妆有没有卸干净，你立竿见影，其实你只有等10天，你当天就知道有没有效果了，真的，你只要花1分钟时间你就知道。我在强调，以前在购物台不论谁家购物台都一样，都在卖旋转式的，是昨天新闻还在讲旋转式容易拉扯，没错，你看到现在高科技的洗脸巾正夯，人家在讲的是好比所谓的净肤毛孔飞梭雷射，有没有建议售价多少钱？6800，只要是音波的就是这么贵。你有看过音波牙刷卖990吗？没有，不可能嘛，对、啊、一般牙刷100-200，是如果是音波牙刷6000多都有，这个音波机专门在洗一克拉两克拉的，这个音波机也是好几万的，对，所以这种东西是因为它可以洗得最干净，没错，但是它完全不伤这个皮肤本身，它不会伤钻石，它不会伤牙齿，就像我们家的完全不伤皮肤。是，我再做个实验给大家看，这叫丝袜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光宝这叫丝袜，我现在丝袜好细哦，丝袜很细嘛，就像毛细孔一样，你看哦，我有开哦，好，听到哈、哦，来，我先放它上去。你看，它完全不会拉扯，完全不会拉扯，不会拉扯我的丝袜，但是你看哦，观众朋友，这他拍的，哦，他拍的现在旋转，对不对？丝袜在干嘛？哦 ，My God，在干嘛？丝袜在干嘛？在旋转，毛孔已经爆了，然后你们要补我这个丝袜钱呢？这我自己的丝袜都破了，都破大洞了。对呀、啊。绝对会受伤，是。那当然，洗的干不干净也很重要。我刚刚讲，音波不是大力的旋转，它的是属于说把所有的震动，跟水的震荡，它用这个是个声波音波，它把你震荡到，所以你的所有的脏污会离子化。我卸第三次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，你看我还在，它还在，我还在，还在，永远清不掉。你看我每天这样洗还得了啊？所以你每天的脏污，为什么你说奇怪？我每天弄我 C 饼的，啊，我弄我 C 饼，那谁啊？是哦哦啊，怎么会长痘痘嘞？有没有？来，会暗沉，然后再来。而且你会发觉，你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会长粉刺、长黑头、粉刺，你就是因为你的皮肤没有清干净。那今天音波洗脸机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拿这么粗的来，洗一笔都来了，要就玩大一点，要就玩粗一点，好，来，观众朋友，这么恶心，我在讲这一瓶没有什么特色，一般般的洗面乳。记住哦，我今天这一款，你可以跟你一般的洗面乳做搭配，绝对不会影响。是，好，为什么我说洗一次等同洗6次哦？六次的传统洗脸，你看我用手这样洗，我要洗6次，不见得洗得掉，但是来喽。来咯，而今天只要用了我们音波洗眼睛，对，轻轻看，哇，你的好快哦，哇，有很难，对呀、啊，我还在这里搓，还搓不干净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整个洗得干干净净了耶，真的耶，好快哦你，那我就这样子回个两下，我真的就是回个两下，完全当做按摩一样，回个两下，你看我干干净净的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每天黑色素沉淀还得了、啊？我洗了三次，我皮肤有红疹吗？没有，我皮肤有发痒。眼睛不要扎哦，你看到、哦、我们这样，它刚洗不干净，对不对？那我先，我揪它了，哦，这是橡皮擦吗？揪它了，哎，好快哦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干净了？来，过个水，过个水，过个水。哎，所以下一次整人游戏，洗你花一点上都没问题，有没有？我只有几秒钟就洗干净，你看，这是哎，完全没了耶。这是音波，而且记住，如果你用那种一般旋转式的，你就算洗干净了，你的皮肤它会受到拉扯，是拉扯之后你就会有皱纹。可是你看我们干干净，好干净，还会亮哎！谢谢大家。所以今年夏天记住，如果你要毛孔紧，你一定要做飞梭；是，如果你要皮肤白，你要做净肤。但是这两个你在夏天做，你一定反黑，有没有？今天我们带回这支音波洗脸机，等同每天帮自己做抛光，帮自己做飞梭，帮自己做净肤。今天我们整机开放体验，你下个月在小区小康，你看到这支就要3680了，3680，我们今天买一支，再送一颗头，对不对？我想说送丝袜。